他爆掉是不是？有啊，他有个极限，他有个极限。今天的你没有极限，你看太多啊。那你好，没关系。感想如何？哇，好棒哦！今天真是很充实的两天。今天第二天，第二天都还没开始就充实。今天要海训，要去海边实习。我就想花12000来折磨自己，让自己过得太充实了。是12000，12000啊，我讲12000吧。对，我们花了12000来过自己魔鬼般的训练。不止12000，我还有加房。就是先撇开那些不算，我们是光那个潜水的。对，你今天都快要12000，还比那个贵。所以我们希望今天我不要再喝太多水就好。希望我们能顺利完成，然后成长。对，我们那个罗碧琳跟绿茶就要加油了。今天治表。对啊，拜拜。长得这么和蔼可亲，我连气都给他吸的还不行。OK 啊，潜水本来就不是一天就可以完成的事情，然后会有学科跟术科的支撑着你们潜水，是让你们更安全、更轻松的潜水。透过这样子的课程，你们已经学完了 SDI 的 Open Water， 就是开放水域的初级潜水员。